个世界，一个星球。7月13日，决战，星球。星球崛起，终极决战。我复活了，死亡美丽。只能在脑海中想象，黑暗中只有时间陪伴。做好攻击准备。很孤独。选择英雄。我只能往前走。那时的我相信，人生这盘棋，最多赢，顶多输。那你现在可以睁开双眼了吗？在这个星球，最长的夜晚在极圈，而且有6个月。在这6个月，一片漆黑，只有时间陪伴你。那是在这个星球，可是，在人的心里，黑暗可以很久，可以更久，甚至永恒。你已经说出答案了。我就是在这里，对，是那个忘恩负义的环球的。这才像话。既然在人的心里，阳光也可以很久，甚至永恒。距离进攻还有30秒。我很期待跟大家一起作战。七哥，
谢谢。当然，这盘棋马上就有的忙了，下来就不能停啊。重播。我的义工不会等。当路者死。